八月份还有几场会要播那个六都比赛，所以呢，你们还想看我当下一个，可以去看一下。我打哪里啊？打张狗啊！哎呀，还玩什么张狗比较好玩啊？我想玩点特别的，玩牙叔张狗啊！我们继承一个意志，连我坑天下人都不要让天下人坑我们，你们说对不对啊？屌你老母的！那现在我去个厕所，好好快。大家好啊，请问好吃吗？你别以为你小号就能坑，哎，这位兄弟，我想跟你讲，这个是我的本专啊，但是分数可能比较低了，因为没什么认真在打，而且在开台可能做个效果，所以分数比较稍微低了一点点。但是这个是我的本专啊，我的小号叫做你有一封新的信件。仔细的看了一下对面的阵容，其实都蛮counter我的。对面那个拉姆斯、科加斯还有个塔里克，哇，好硬啊！他们都像一个石头，就像一个刀片，要剁爆他们，让你们见识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剑圣，亚洲剑圣亚速亚德啊，林国华，哈恰恰恰，有没有专精六？什么自以为开台就可以雷，他妈的，我不雷自然有人在雷，那为什么不一起雷啦，对不对？而且我选这一只打野不是来雷的，你先搞清楚啊，峰哥啊，我来 carry 你们的啊。假设我这把 carry 了，你们怎么说啊？我这把雷就我废嘛，那我 carry 了，你们啊怎么说？你们要不要出来跟我道歉啊？请我吃鸡排喝真奶吧。哇，有人已经在开雷了。不是啊，为什么一级的血鬼可以被一级？哇，这科加是出多难见，我有没有看错啊？哇，好猛啊，什么东西啊？我看了啥？为什么他又可以单杀回去啊？台服真的是变化莫测，大起大落。我在打 NG 吗？来了来了，来观众，让你们看一下什么叫做亚洲剑圣。来了，剁剁，哈萨基，闪现再剁。尾刀 ，yes。yes， 有没有？谁说我来坑的啊？你们要不要出来跟我道歉啊？跪那个玻璃，怎么收税？不是，刚刚一堆小兵，那个吸血鬼在一堆小兵面前是很难吃到那两三只，那我只好帮他割一下。有机会吗？感觉可以吧？会，哎。为什么都还能晕到我、啊？ Oh, yeah. 明天要出国了，我去日本会帮你买 R22的，帮我放这首送给你。谢谢星星 Love 的抖内，好，我打完这把帮你放，而且我不需要那个什么 R 什么的，我那种东西不适合我，好不好？我是很纯洁的，那种东西太恶心了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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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各位观众，让你们再看一下亚洲剑圣。哎呀，不要插眼，欸、他没插眼，可以可以可以。亚洲剑圣，剁，剁，再剁，准备尾刀啊！看好，哎、欸，你先吸一口。哎呀，被抢了，只好收税了。哈哈哈哈！欸，我觉得刚刚那个星星 Love 是去到那个日本啊，我觉得日本也蛮好玩。你是去日本的哪里啊？大阪啊，东京啊，还是哪里啊？我上次去了一次那个大阪，哎，真是回味啊，肥滋滋。大阪有一个地方确实的很好玩。那夜凌晨，我坐上了往大阪的飞机啊，一去不回。什么？你们不要乱猜好不好？真的太恶心了。我去那个什么看可以看动物的那个地方啦，白痴，什么这你们讲那些我都不懂。我去看那个鹿啊，哇，这个上路为什么血量永远都是这么少啊？你这样就是逼我亚洲剑圣出场啊，你这不行啊。That is the win. 打边。Always by my side. 哪里啊？屋子在哪里？尾头。嘿，需要支援，一组人吗？好了，不吃你兵了，妈的，抢你一个头。
那个牙叔的英文呢、啊？你知道那句就是你点他的角色，他不是会讲一句英文什么 Dead is the win？ 你知道那句英文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我以前打国服，我点那个牙叔头像，他都会讲死亡如风，常伴我身的。真的很帅这句话。哎，我觉得这把真的是我的局哎。刚刚说我那个故意雷队友的那些人呐、啊，我已经叫人记住你们的 ID 了啊。等一下打完了，我赢了，你们就跪玻璃吧，还有吗？还有两个，还有两个。我准备一大堆玻璃给你们跪。机会来了，飞云。来来，亚洲剑圣，热血开拓。那边有没有头？头跟那个。哎、欸，他还叫了个铜闪吗？还是他没闪？我听到闪现的声音，但是他的尸体还在这里。哇，好帅！哎、欸，有在死了吗？死了！刀！哇，这吸血鬼太强了吧！我的天哪！我看了啥？切！直接死没有，这种投资是对的、啊。你做一个好的答案，你要投资那个核心的路嘛。那既然对面那个伤的这么傻逼，出个多兰剑，那我只能把他杀了。什么七宝？你们的脑海里面是不是都只有七宝啊？你们把我这个啊亚洲剑圣放在哪里去啊？真的，还有一个趴在。尊重点喽，劝你们。我趴在那边爬，为什么？啊、他是别队的，他是另一队的。亚洲剑圣，热血开剁，剁你，再剁，准备尾刀，尾刀。哎，要说就要说。阿斯基，前面有摩托车，可以加点。没差，你们都这样对我啊，刷什么七宝？我跟你们讲啊，有一天我会打死你们啊，刷七宝的，他妈的！以后他 call in 我都不接啊，你们暴动啊，操你们的！你们这么对我不友善。总有一天你们会后悔的。14岁有为香港失业青年被那个聊天室的人逼疯了。耶、yeah, ，谢谢。再度来。我觉得你看我顺眼是非常的正确啊，简单直白。欢迎继续看我顺眼。最近经济又出现问题了，哎，房租很贵，你知道台北那个你每一平方你什么几万块的，那么付不起吗？有没有？我说了，火龙，你的牙术其实没有很强啊。跟我的牙术相比的话，确实有点差距的。今天你往那个阿里他妈的，就想找机会帮你吹捧都吹不了了，吹不下去了。你要跟我这个亚洲剑圣学习一下。爱一个人，你在干嘛，兄弟？这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亚洲剑圣没有在胡乱的，先打。Triple Kill 没有、欸。其实，在15分钟之前，我选这个角色真的想要来玩一下，来搓一下的。结果没想到，弄那怎么练啊？弄巧反什么？我这两拳。啊，好痛啊！一个来拉我，一个来拉我。弄好反局，弄巧反去反局是这样练吗？我这个中文不是很好。弄巧反做。我知道那个，但是我不会练。你们打到这个字出来没有用啊！你们要教我怎么练啊？就做一个啊、业余酱油赛评，那个练中文的方法又很正确。哇 ，carry 聊天室踢起来！哎，刚刚说我雷的，拜托啊，你们道歉，先道歉好不好？有没有观众专精踢代币出现了？我们去升级战利品啊，看摸头啊，亚速。哒哒哒哒，哈哈哈哈。